现在男人普遍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俗话说，男人一怕没钱，二怕肾虚，没钱怎么养家，肾虚夫妻如何和谐相处。根据调查发现，现代社会有 70% 以上的男性面临着肾虚气不足的问题，众多夫妻问题也由此而生，夫妻关系紧张，家庭的情况自然也是岌岌可危。中医认为，肾虚乃百病之根，如果人体肾虚，则身体会衍生各种疾病。肾脏具有藏精的作用，对于广大男性朋友是异常重要的，影响到生长、发育、生殖以及血液代谢等的功能，是先天之本。肾虚就会让人体的各种衰老特征表现出来，比如白发、脱发、皮肤暗淡发黄、容易精神疲惫、打哈欠、夜里尿多、尿频等等。男人为何年纪轻轻就会肾虚呢？一、频繁熬夜。随着科技的发展，无论是不是上班族的朋友都会熬夜通宵，因为手机控的朋友占据着大多数的比例。相信大家都知道，上班族熬夜加班是一种常态，而且还要承受来自工作的压力，这时候身体状态是最差的，时间正在吞噬着你的健康。手机控的朋友通宵熬夜更是一种习惯，一旦阴精耗损过多，就会过劳伤肾，出现黑眼圈、精神不振等症状。男性一般来说30岁之后精力就会明显比以前衰退很多，这时候就一定要重视起来，补补你的肾。二、压力过大。对于男性同胞来说，压力是比女性会更大，不仅要忙于事业，也要兼顾家庭。我们常说30岁的男人是黄金时期，但是忙碌于事业与家庭之间，还是会有很多男性会感觉精力不够用。长期处于这样的压力之中，我们的身体难免会吃不消，肾脏亏损的情况也会日益严重。三、嗜酒如命。大家都知道喝酒伤肝，在医学上有肝肾同源的说法，肝藏血，肾藏精，嗜酒如命的男性朋友往往肾脏也会出现问题，主要是由于肝脏机能受损导致的其他同源器官的一个损伤。饮酒还是要适量，任何东西饮食过量都会给健康带来危害，肾气一衰，人就开始衰老，肾气一竭，人就接近死亡。肾气足的男人才能床底枕边无尽的鸾凤之情、鱼水之欢，因此聪明男人都是趁早养肾，所以男人补肾刻不容缓。男人健肾这几个动作要常做，不要再当软脚虾，把马刀、脚尖相衔，足跟分离成八字形，两臂向前呈叉掌立于胸前，左手屈肘惊下往后，呈勾手置于身后，指尖向上，右手由肩上屈肘后伸，拉住左手指，使右手撑抱颈状，脚落地，身体向前倾，吸气同时双手用力，呼气时身体放松，反复五到十次。可提高肩部、腰背部肌肉力量，改善颈椎病。强腰健肾，按压丹田。这里的丹田指的是下丹田，是生命活动的重要部位。喝健脾益气，养肝健肾，双手搓热，右手掌心捂于右侧耻骨节节外上，距正中线约2寸的气冲穴处，左手掌心沿大肠蠕动方向绕其做连轴运动。肾元缺失都会造成男人失去生命的阳光与活力，反映出来就是死气沉沉，无精打采，运气很差，甚至不能生儿育女。中医认为，要补不如食补，要补补得了一时，补不了一世。补肾关键靠食疗，很多食物都是有一定应用效果的。人们常说以形补形，这句话其实也不无道理，像羊腰子就有非常好的补肾作用，还有一些黑色的食物，黑木耳、黑豆、黑桑葚等等，补肾养气的效果都是有显著效果的。想要根治肾虚、重症雄风，常吃这个食物可以降你挥别难言之痛，当肾性微寒、胃略酸。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我国中医就对其的药理展开了研究，桑葚的补肾益肝的作用显著，
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就成为进贡皇家的圣果，皇帝三宫六院流连，能够夜夜笙歌，黑桑葚果功不可没。现代的先进科学研究又一次证实了黑桑葚的健肾补阳的超强作用。黑桑葚富含的锰元素和花青素能够刺激激素的分泌，增强精子活性，强壮肾脏，达到健肾的效果。仅 PGC-CARD-HREF Text Decla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仅 PGC-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laration None PC 两视星 PGC-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eight 164px Border Excellent 仅1818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xcellent 仅1818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PGC-CONTENT-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Red PGC-CONTENT-TI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m PGC-CARD-BU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近40599 Font size 14px Text align Center PGC-BUY-TEX T padding top 10px PGC-ICON-BUY Height 23px Wi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0.30.com.pgc.vr.pgc.j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A PNG 桑葚的食用方法晚上睡前用40摄氏度泡8粒左右桑葚干最好是新疆黑桑葚补肾效果惊人有条件的可以加入蜂蜜水夏天喝效果完备最快3到5天彻底激活肾脏效果惊人肾虚比较严重的朋友可以用白酒泡桑葚效果更加强大注意糖尿病患者孕妇不可食用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